第三日早晨。早晨。早上起身都好似落过一阵雨，周围都湿漉漉。但系而家去食早餐，睇下等间有咩玩先。Okay, which one do you want? You can only choose one. Oh, this one. Are you sure? Yes, sir. 完早餐，而家去喂鱼。哇，好多鱼哦！哇，咁多嘅。海龟啊！哇，海龟哇！哇！即系海龟反应得好慢，我俾海龟。诶，搞掂！哇！第一题。车头，车头 ，coming，coming，see you。呢度咧咁多啲咁嘅海洋生物咯，即系琴日喺度玩艇嘅时候都冇留意到。好多鱼啊！刚才我们刚才看到海龟了。对啊，我都没看到过。啊！我在这一年的时间，我没看到。他这个看到海龟都是很幸运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鱼钓上来。对，这个是海水泳池，对面这个是标准泳池，就是淡水池。但刚才哇，一个泳池真的，真的不错啊。呢、这個地方好似住下住下越嚟越中意，我都住耐啲都得。屋企賣咗佢煮到啊嘛？點解啊？太大啦！搞衞生。我幫你睇好嗎 ？Let's go。D three 嘅晚餐咧就嚟咗呢度食打邊爐，搞到也不是頂得心口。成魚咧都 M 款，呢啲全部魚嚟嘅。依間嘢啲服務咧，好似真係暫時未住過一間更好嘅酒店嘅服務有。一翻到嚟就快啲將咁卡喺度。原來咧，嗰個服務員咧幫我洗咗對襪，將我掛埋喺度。跟住再即係好客氣啦，咩天氣什麼點樣潮濕啊，點樣就叫我注意身體。啲服務啦，真係好痛，冇嘢好講。佢搞到個 standard 咁咧，你以後好難住其他酒店。